这根本。拉斯维加斯的第一个晚上，我们听说拉斯维加斯有很多 Gordon Ramsay 的鼎鼎大名的餐厅。他这边不但有他的 Hell Kitchen， 然后还有他的 Chips and Fish， 然后甚至还有 Burger， 然后可能还有 Grill。就现在我们来这间是 Steak， 所以我刚刚就已经讲了五间的。所以我看这个 Gordon Ramsay 他们在拉斯维加斯一共有五间以上的店。那我们今天是来到拉斯维加斯的第一晚上，决定来看看这个传说中的 Gordon Ramsay 的牛排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。他的图片在上面真的有够帅的。我以后想要开一个什么 Stanley 餐厅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看起来不错。哇，你看刚刚那个威灵顿牛排看起来多厉害啊！我等一下晚上就点这个，就点那个威灵顿牛排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道前菜面包，我们就上了。我觉得一个牛排馆的面包真的很重要，就是有些牛排馆甚至它的面包是我们去的主因，有时候不是那个牛排。对，然后我另外还要点海最基本的海沙沙拉跟洋葱汤，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餐厅最基本的东西。对，如果它很好的话，那非常重要。你看这个面包，现在目测起来它有点硬。有什么味道？然后特别是它的这个奶油特别的香，它奶油上面还有做了很多调味，就它不像台湾奶油拿的就是只有奶油而已。对，我现在吃下去觉得它奶油特别，然后这个面包就是没什么味道，又非常硬。就我觉得，如果是台湾人的话，一般吃不会觉得这东西好吃。这根本，这我连名单啊，这个连镜头带到吗？我现在在切它，你看看到没？你看到没？他连切都切不断啊！我不知道我进嘴巴要怎么咬的。然后我试试看到底会是东西有可能会好吃吗？我们试试看。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好吃，真的。它硬是因为它的外壳感觉是另外烘过，它里面其实没有，它上下的外壳另外的烘过，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其实蛮有层次感的，从里面软到外面呢很硬的，这个吃起来真的蛮好吃的。我刚刚问过波波跟咪咪蛋，他们说这个汤。喝起来跟台湾这个洋葱汤喝起来跟台湾喝的不太一样，我喝喝看，因为我其实算是还蛮爱喝洋葱汤的。我记得去牛排馆，我洋葱汤是必点的。然后一般台湾都会撒那个 cheese 粉，他都会撒那个 cheese 粉。然后我这现在看起来它 cheese 粉已经多到它变成一整坨 cheese 了。对，就是我看看味道都怎么样。味道非常的重，而且跟台湾喝到洋葱汤不一样。如果你没有看到它洋葱的话，你可能会以为这是牛肉汤。我觉得它比较像牛肉汤，但是它的名字是洋葱汤。我其实还蛮好喝的，但是非常重口味。我其实蛮推荐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蛮特别的。它这个整锅满满的，如果喜欢去吃的，是应该蛮满的。我们最后的前菜就是我们的凯撒沙拉。我本来以为凯撒沙拉的灵魂是它的酱，但我实际上看到后，我觉得它美国人吃凯撒沙拉好像没有什么酱，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它的酱的东西在哪，它的酱都是一点点，
像我们台湾吃凯撒沙拉都是抹得满满的，它就是真的是沾一点点的那种感觉。酱跟菜就那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但是它的这种起司，你在台湾应该是不太容易吃到，你可能连 Costco 都买不到。它的起司这样非常奇怪，干干的，我不太确定是属于哪一种，但是整体来说蛮好吃的，对，蛮好吃。但是并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惊艳的，就是没有让我觉得哇 ，Gordon Ramsay 的这个特别好吃。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还蛮好吃的。哇，他一次上菜都上这么多，我看着眼花缭乱，不知道从哪个先开始吃。我觉得我们先从看起来比较雷的开始吃哈。这个据说是有点像高丽菜的东西，然后他把它弄得一颗一颗的，一颗一颗的，然后有点焦焦的感觉。看一下，这是高丽菜，这是高丽菜，你吃得到焦味跟高丽菜跟。莫名其妙的甜味，我只能这样子形容。我觉得在台湾卖应该能接受它的人不太多，但我觉得它其实不难吃，但我很难形容它的口感。它就是想象你在吃一个好焦的高丽菜，然后还有点硬硬的，然后还甜甜的，就是大概这种感觉。接下来看我们的蘑菇，它也不是蘑菇，它看起来就是一般的香菇，然后它用有点像是我们台湾那种油葱酥的调味方式吗？那我不太清楚它是怎么调味的。看口感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蛮好吃的，但是感觉还是美国人的口感可能是偏重一点。如果叫它三杯蘑菇，大概最适合。我们在烹饪三杯鸡或三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都会加很多糖，然后把它收干，把它收尾。那它这个蘑菇看起来就是有点加了很多糖，然后而且也有感觉到那个汤汁被收干的感觉，然后非常重口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这蘑菇蛮好吃的。好，我们倒数接着重头戏来了，我们的这是我接下来我们的蟹脚，你看，哇，这个真的是这个新鲜感，你看到吗？我一拉它就出来了，这个我觉得用看着就知道肯定很好吃。看一下，我觉得它可以开个。非常香，但重点是它并没有什么调味，它本来就这么好吃，我非常对它非常的新鲜，它感觉就是很简单的过点盐水，然后稍微的把它烤熟，就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它可以开叫什么 Gordon Ramsay Lobster 之类的，但也许是我还没有吃它的牛排，也许我吃了它的牛排以后想法就会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的重头戏来了。马上来看看我们的威灵顿牛排表现如何。我们鼎鼎大名的威灵顿牛排，先问问跟我点一样的这盘，你就敢讲了，对不对？好吃，就这么简单，两个字，好吃。那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那有没有你想象的好吃？没有，没有吗？那是好吃的。好。OK， 非常简单，就是好吃这两个字。我想象中的它应该是更厉害。我现在看看，毕竟是 Gordon Ramsay 的，对不对？看得那么厉害，我现在看它的薯。这每天给我准备一份薯泥当早餐的话，我应该很开心。这个薯泥比较好吃。我在台湾吃过最好吃的薯泥，应该就是叫什么、啊？有一个。也是从 LA 开过来的，我想一下，想不到名字算了，我等一下想到再说。它的熟度是只能三分熟，它只提供三分熟的，它不提供任何其他熟度。哇哦，蛮好吃的，这样是重点。我再吃一口，它有一个。很特殊的味道，我想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。然后它虽然是三分熟，不过它的牛肉其实蛮软嫩的，非常软嫩。我单独的吃好了，它的外皮，像是有点像是鲫鱼那样子，但是它其实不知道是我放的比较久的关系，它
它其实吃起来并没有那种很酥的感觉，它吃起来就像是把牛肉包起来，然后牛肉的肉质很多，已经把外面都渗透了那种感觉。对，嗯，我觉得这牛肉非常好吃。如果是威灵顿牛排呢，没有外面的这层皮的话，那应该会更好吃。那我就觉得，吃起来跟我感觉不一样，因为我本来觉得这东西是特色菜色，他们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蛮好吃。但是我现在单独吃牛排，我觉得比我合在一起吃更好吃。我觉得这点蛮奇怪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台湾的胃口跟国外的人比较不同，因为我现在感觉是这样子。我等一下再吃另外一块。不是很好。可以看出来，可能我们餐大概放了十分钟左右，它已经整个冲掉了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子，一口里面，然后一口外面这样子配着吃。我们马上再试试看合在一起到底有没有比较好。这口真大，其实蛮好吃的，真的是没有想象中的好吃，我就是跟自己的评价真的有点像。非常简单，就是好吃这两个字。就是我真的蛮好吃的，但是冲着它，第一个它的价位其实也不算低，然后它也是鼎鼎大名 Golden Ramsay 开的餐厅，但是我们如果给予这样子的期待，如果你抱着这样子的期待来这间餐厅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会有点失望。但是其实整体来说是蛮好吃的，对，我觉得他可以考虑开一间 Golden Ramsay Lobster。我觉得它的海鲜表现的比牛排再更好一点，但是我听说这边的店员都推荐我们点这个，他们这边有个 American Wagyu 的东西吗？他不知道是叫美国和牛还是叫什么，但他这个烤的很有层次。这不是我的，我是把那个摄影师 A 过来的。我们吃一下看看这个感觉如何？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这个威灵顿牛排我给75分，那个牛排我给90分，那个可厉害了。我觉得这个吃起来里面很嫩，然后主要可能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吃肥肉，因为这个威灵顿牛排里面弄的肉应该是比较偏，我不太确定是哪部位，但它的瘦肉比较多，比较偏肥腻的。它的这个美国和牛，它的肥肉的部分比较多，就像我们现在吃牛小排那样。对，我觉得大家就是。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来这餐厅的话，推荐点那个美国和牛。各位，我们刚吃完这个 Golden Ramsay 的 Steakhouse， 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这间餐厅人均大概是我们七个人一共付了1080，加了小费共付1080，所以如果算了小费以后，人均大概是150块左右。因为整体它里面的装潢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就你会觉得。你走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，那我觉得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，装潢跟服务，我觉得我可以给他9分。对，然后食物本身呢，我给他大概8分，因为其实有些菜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有点不合我们的胃口，就是他说那个高丽菜卷有点焦，就我们现在是觉得我们整群人吃的都觉得不太习惯。我觉得性价比大概是10分的话，我给他7分吧，因为这就是。我们大家每个来吃之前呢，都有听过 Golden Ramsay 这个人，然后吃完以后就觉得，还是想象中的那个感觉比较好，想象中的感觉比较好。I'm fine， 就会觉得说，可能他的那个名气是有点大于他的味道的，稍微大于了，但没有很难吃，因为他的那个龙虾真的很好吃，对，他还是有几个东西真的很好吃的。对，然后我们这几天可能还会找机会去。拍一下 Golden Ramsay 他在其他地方开的其他的餐厅，还有他最著名的 Hell Kitchen， 我也会去拍。对，那之后再期待我们下次影片吧。我们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。